锅里不停冒出水蒸气，伴随着独特的声响，景象华丽又特别，简直上演小当家。一秒钟就熟了。打开一看，虾子由黑翻红，还能闻到阵阵鲜虾味。这道特殊的料理叫做金爆911，只有在苗栗才吃得到。厨师上菜前会将这一大锅石头翻炒，加热到400度，石头变得红彤彤的，再把活虾还有配料放入滚烫的石头，一加水就冒出大量的水蒸气，虾子瞬间焖熟，甘甜鲜美完全保留。当时发明这道菜的时候，刚好美国的911，像情形这样，大概5分钟，大概2秒钟就熟了。高达400度的石头，只花2秒钟就能把整锅虾子焖熟。这道料理不仅好吃，还有视觉、听觉三重享受。客人来到这里都会指定这一锅。业者花巧思搞噱头，成功抓住客人的胃。三新闻蔡婉约苗栗报道。